个单元，这个轻松歌一定是让大家看的都非常开心，都非常轻松，才叫轻松歌。当然是介绍我们国内一级的唱将，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。当然他们的成名曲也相当多，介绍好听的歌曲是我们节目的责任，同时也让大家知道对我们国内歌手更深一层的了解。首先先听听这首歌，就知道介绍谁了。要小小来去，你来去西雅市，衫裤穿好趴哩，我粉嘛点胭脂，你吃。辛苦，咱来去西雅市，天晴嘛为咱闪闪烁烁，美女的面嘛红滴滴。谢谢。啊，李佳与谢雅琪，大哥你好。这谢雅琪就是我们郑大导演、郑敬一、郑才子、郑伟人啊，郑英雄、郑老师、郑老师、郑老头，啊，写的这首歌给你唱非常合适啊。好，没关系，不管怎么样呢，我这个非常这个喜欢李佳，因为呢他最近又出了新唱片，这新唱片展示出比较成熟了 ，MTV 都有看。嗯，啊，你敢不知？你敢知？嗯啊，你敢知？对，我为你流目屎。我哪有这样唱？可是你像啊，你看，来一边去。啊，你敢知？我为你流目屎。就是这张专辑的特色是什么呢？我的主题是掌上明珠。哦，掌上明珠，是爸爸妈妈掌上明珠。对。啊，待会李佳还要表演国剧的武功之外，还要表演舞蹈，所以我们待会慢慢欣赏才艺。这个台语歌啊，其实我们国内很多优秀的歌者，除了我们这个李佳之外呢，当然现在很多我们歌坛的前辈呢，已经饱受威胁了。接下来呢，欣赏另外一首歌，大家知道这位新秀是谁？来。到车站，阮的心头渐渐重，看人欢喜来接亲人，阮是伤心来相送。张秀琴。开始好听，本来是白红，所以 KTV 大家唱个红起来。哎，真的，很多歌都这样，包括你依然在我心深处都是这样子。哎，真的真的，一天大概唱好几万次。好几万次，有这么多人去 KTV 吗？最后人点歌点不到，干脆把插头拔掉，我都让你停电，哇，大家都唱乱唱。那车站开始好听，都是可能唱红起来，对不对？当初你唱这首歌，没想到会红成这样，对不对？不晓得啊，本来想说啊。完了，这一次又完了，因为我出了四张专辑，这是第四张嘛。那想我们家住乡下，那想说啊，这张啊歌不好啊，准备等个进产啊。但是这个皇天不负苦心，要有努力。哎，当然，只要唱片公司也很努力。这个车站好听是最主要，足济人去火车头啊，上人都听到这个有感动。这歌其实啊，大家容易朗朗上口，而且有感情就容易投入。哎，所以说我们歌坛，你看看这两位呢，就是我们的台语歌呢，现在呢可以说是后浪啊，非常多。还有一位，那不得了了，现在已经有大哥的趋势啊，他的歌声真的好听。来，我们听听他的成名曲。哦。马可。红啊，心真沉重，我来相信你甲我拆分开，是啥原因？你意志这坚定，感动伊心内有他人。
水水，才会予你来欢迎。不通辜负对你的关怀，阮的爱有啥人甲我比？哎呀，鼓励鼓励，两位重视，谢谢。哇，好好听，哎呀，这首歌。这首歌真的是，所以每个人歌星啊，出歌一定会唱到自己好听的歌。嗯，这张专辑呢，最主要的这个特点是，我总共收集了20首歌，那里面有10首是日本连续剧主题曲，还有10首是日本畅销流行曲，总共两张专辑同时推出，冒死啊！不过也很累，相当累，相当累。对，因为听我声音就知道了。是哦，对对对，他刚刚在后面一直讲说，完了，我声音完蛋了，等一下不能唱。这是 MTV 他爸爸亲自下海，对，还梳了西装头，没有，往后求，没有，这个穿着西装在里面当男主角，没有。其实我爸是跑到香港陪我去运动，哦，运动，对，晨跑。那就是个刚好这个 MTV 也请爸爸一起来拍，对，也刚好有他的镜头。我是讲，那最近恁厝那有欠下这样呢？请些模特了，请袂去，请爸爸来拍。啊，这条歌叫做有两首歌叫做《阿爸的西门町》，搁一首叫做《失落情》。好，这个今天三位呢，不仅是光要这个宣扬你们闽南语歌啊，三位的才艺啊，不是像一般我们像于天一大哥、陈英杰、陈大姐、江慧江阿嫂。哎，他们的像什么酒后笑端了哈，哎，哦哟，酒后心不香了哈。像最近于天跟我们陈英杰唱的歌都很好听，但是呢，他们就不像你们充满年轻的活力，也在跳舞。哎，我们这个今天要表演一下舞蹈，那我们先从哪一位先开始？先。哎呦，太搞笑了。哎呦呦，你。是属于马当娜那个派系的哈，哇！你这里给我盖起来。火车已经过车站，我的肉骨已经红，车窗来。来，你这里。现在早上为你上韵律操啊，弯马。你再，不是，我们这个不是早安新闻。这是 LA 的舞哎。LA 有这样吗？对啊。LA。这样。跳跳回送跳跳，那你要一边唱，人家才知道啊，对。是临时学的。你评剧有的身段啊。身段是云手啊。哎呀，表演一下。啊哈！哎，你手已经够短了，是不是手怎么还范围那么小？呀，云手人家云手是怎么样？手要大，你看，你不行，你不行。你不相信？你看看，等一下，你给我看一下，来，来，云手，云手。我刚才白冰冰的。哎，哎呦，杨忠信先生，哎啊，哎，好，表演，先拍一下，那边。哎呀，可以可以，谢谢。哎，不错不错，一个这跳的不错，想必这个就可以唱了。好，干杯，上请。向南高壁，向南高壁，开笑。好，这个三位的刚刚舞蹈的才艺也表演完了。这个三位都说歌唱的不错，这样会唱别人的歌是最重要。像我独家，恁别人歌我拢会晓唱。对不对？外观你都不一定要唱，对不对？歌我弹得听得到。你好歹讲，唱歌很难难在哪里？一起唱，还要不被对方拉走，这个就很难了。搞对 ，man 搞对，喉音级的 key 的吼，我们给他加油加油，来鼓励。准备。谁唱的最好？
哥刚刚有点不公平。安娜，为什么你们都跑到我耳边来唱歌？起义行走。对啊，为什么？大概唱两下嘛。刚刚没有规定啊，刚刚没有规定不能这样子。唱两下，后头弄出三下，弄出来我再唱。不管怎么样，他们俩三个功力都不错，最起码没有被别人拉走。真正拉走是乐队庄老师被拉走。好，我们谢谢杨宗宪，张秀清，林夏，谢谢。感觉你的胸膛，梦想就在。